儿子，那个啥没了，去楼下商店买一瓶去。儿子，那个啥我放哪儿了？你看见了没？啥呀？儿子，那个啥……哦，那个啥呀，就在那个啥上呢，一啥就可以了，明天就可以那啥了呀。哦，对呀。你跟我在一起到底为了什么？我喜欢你啊。你一个月的工资才1980。我一个月的工资2050，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为了我的钱？香蕉英语怎么说 ？Banana。橘子 ？Orange。苹果 ？Apple。玉米？一个粒一个粒的。榴莲？一个刺一个刺的。谁教你的啊？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包子脸、玻璃心、大象腿、麒麟臂、猪蹄脚、豆腐脑，这一天啥时候是个头？一到晚就只知道看电视，这么不乖，小心我把你扔了再捡一个。你再捡一个也是不乖的，那是人家爸爸扔的。我想你了，我好想你，想你了。一所大学特别适合你，就是家里蹲大学。你是我亲爸吗？啊，你还想让我在家待吧？我离家出走。我给你100块钱，你打车走。我走，你别找我啊！我不找你，千万别回来啊！一家鸡毛场所屡禁不绝，昏暗灯光下姿势妖娆，一看就是只要给钱就能乱摸的那种猫。记者前来暗访。这你别笑，阿迪。我考试又考砸了，妈咪要揍我。啥？你和她说，她要是敢揍你，我就揍她闺女。在吗，美女？看看照片，看看照片。说爱我，快点的，说，说。妈妈，为什么打针前都要擦棉球啊？啊，那是酒精，先把你的屁股擦醉了再打针就不疼啦。那为什么我打针的时候还是疼啊？是不是我的屁股酒量太大呀？太大呀。爸爸，老师骂我了。为啥呀？老师说3+2=几，我说等于5。那不对了吗？老师说2+3=几。你们老师净废话。我也是这么说的呀。穷穷千里行谁一起去去独行醍醐灌顶边边挂铁风为鬼孽龙心大大聚焦嘎啦聆听鸟莫提斯蓬托闹闹不休不浪不忧啊多接铁血冒铁套铁淋雨阴雨气雨聚雨有恶无玄乎恶不成其类灰灰阿杂解决是发藏笔针砭石笔灵子之笔一张一席我只说那样你都要来反驳你个杠精儿啊杠精儿啊你脑壳进了浆糊吗？哎呦喂，你太不得了喂！那个世界哪样你都看不起，你是上帝的雀雀哈！天吧，天吧！世界上有一种马，由黑色和白色组成，请问是什么马？有哪位同学知道吗？老师，我知道，二维码。二维码，滚出去！谁一起去去独行醍醐灌顶边边挂铁风为鬼孽龙心大大聚焦嘎啦聆听鸟莫提斯蓬托闹闹不休不浪不忧啊多接铁血冒铁套铁淋雨阴雨气雨